你咧，你有跳舞喎？系啊，因為我啱啱即係其實，你又跳得唔啱，又唱錯，何必呢？係啊，咁啊，今日就都係咯，就誒頭先一隻歌就有跳舞啦。其實都係將演唱會準備咗、排練咗嘅一啲元素都冇啦。今日凍啊，誒户外比較凍啊，係啊係啊，咁都專登擺落呢個今次呢個 show 度啦，即係希望可以有更多人都。欣賞到啦，亦都希望可以幫手炒熱下個氣氛咯。嗯，係啊。你演唱會後邊今日啊嘛？都仲有啲喺度嘅，其實就是。感受一下，叻嘴喎！仲有啲嘅，仲有啲嘅。演唱會過咗一個月到啦。一個月到，我細三個禮拜已經冇曬啦。細三個禮拜冇曬。俾一個月仲喺度。係，因為我都有 keep 住做運動嘅，純粹係食得冇咁清啫。即正常翻飲食咯，但係運動就有繼續做嘅。哦，咁啊好好啊，其實即係大家都係要大家踏入三字頭啦嘛，下年32歲，係，即係你而家唔操咧，唔知等幾時？幾時都可以操嘅。幾時都可以操嘅。孫燕姿唱歌。有冇出去支持佢舉牌？你副牌咧？我個牌喺。啊，得啊，你得我自己做啦，你出去先。是痛苦，也是種磨練。